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？你怎么说得清楚啊？怎么说不清楚呢？我问你，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，你人呢？我人跳到河里了。你跳到河里了，岸上的东西呢？岸上的东西我都放在表面上了，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。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？我被送医院了。从医院出来呢？没人了。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？我能听你解释，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？对了，电视里还说了，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，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，关机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可不是我关的，水泡了。水泡的？嗯，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，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。这手机都没了，完了以后都我这八块手表六块都不走了。哎呀，永远都说不清楚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还真说不清楚。哎呀，老婆，我该怎么办？自首。自首？我又没偷没抢，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。你干什么？我叔叔到底有多少钱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，这钱一分都不能动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。一年，两年。我说老婆，三年。我有点害怕，你得帮帮我。你让我怎么帮你呀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事情的经过呀，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。啊，快来坐下。我不坐，我还是跪着吧。说，那个情况是这样的，这个呢，我还是坐着吧，跪着疼。快说。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？住口，不许再提王美丽。不让提王美丽，我不提王美丽不行，她起的头。我是让你说呀，人家把东西呀，送给你之后。哦，人家把东西送给我，人家谁送给咱东西？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，有时候还送不出去，你还骂我是窝囊废。我是让你说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，然后都跳到河里了。别看我，快说。他们跳下去以后，我也跟着跳下去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你看你，我知道我不会水，但是我能喝水。我喝了好多水，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，我沉啊沉，沉啊沉。别沉了，沉不下去了，我都到底儿了。你猜我踩着个什么？圆咕隆咚的东西。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护城河呀，肯定有古董。我挑了个大的，我就抱了起来。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，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？嗯，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吧唧一扔，肯定摔坏了。那我再去。后来呢？后来你都知道了，我被送到医院，然后从医院回来把东西……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一句假话没有。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，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。我问你，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，你下水干嘛呀？你会水也行啊，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